不是啦，我是说基地餐房现在已经开始有了，啊，旅行社的东西。对啊，啊也要开一个店头啊。对，基地没有没，欸，有啦，有开卖了啦，明天开卖。对啊，之前有个白痴嘛，12:04，大概吧。去参观那个什么总统花车哦，喔，你觉得合法吗？啊，不合法。而一直换吗？有没有啊？输点过。像2023上天，另外2023朋友们。我知道基地餐房可以。来，我的普悠漫展啊，21号花莲，87.9北回线，啊，树林的普悠漫展，你好，就2023上天，2023，主要是104北五八到江西湾乡，金融的盈利收一下3分钟就把你94圈了，再刷那19，拜拜。好了，我要过去了。5:50的普悠玛21。在双蛋关闭他们。21再送上那个密码，我们写的宝贝，5:06。11:88，要说难得的机会，哥哥。不要了。啊，那我去高飞讲，因为谁怎么叫我们？赞。哎，那个会死人哎。哇！还水王水母，蓝水母哦，哎，一条蓝色水母。普悠玛在双南石油，拜拜。2024，2023。双南石油，谢谢大家。